嗨，我是邓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起事件，它是西班牙史上唯一一起有记录在案的灵异事件，它就是西班牙碟仙事件。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马德里的警局接到了一通报案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非常惊恐地说道，有一个高大不明的阴影出现在他们家里，他们感到非常的害怕，希望警方可以赶快派人过来。一开始，警方并没有太在意，因为他们认为这很有可能只是一起单纯的闯空门案件而已，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等他们到了现场后，却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不过，让他们感到不解的是，明明外面的风就很大，而且他们看起来都已经冷到在发抖了，为什么还要站在门外？警方压下心中的疑惑，先是调查起了房子的周遭，但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地方。而且窗户也没有任何遭到破坏的痕迹，所以应该没有人闯入才对啊。接着，他们看向了这对夫妇，这对夫妇叫做格塔雷兹夫妇。他们一脸惊恐跟警察说道，他们之所以会站在门外而不敢进去的原因，是因为家里总是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像是刚刚桌上的十字架就突然自己动了起来，还有女儿的房门也突然自己打开，接着走廊上就出现了一个高大不明的阴影。他们接着说，他们半夜睡觉的时候，常常会被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巨大东西压住一样，喘不过气来，甚至还感觉到有一双大手在抓着他们的脚，但周遭明明就没有人，而且屋子里还时不时的会发出一些巨大声响，有猛烈的声音。而就在这时候，阳台的方向突然发出一声巨响，警方跑去查看，但并没有看到任何人，所以他们只好沿着卧室的方向继续排查。只是没多久，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这次是其中一名员警，他站在衣柜的附近，但这个衣柜就突然自己倒向这名员警，好险他闪得快才没有受伤，这让大家捏了一把冷汗。在这期间，其实已经有两名的员警先离开了，因为他们感到极度的恐慌，头晕、想吐，甚至喘不过气来。而剩下的员警也越走越心惊，越走越害怕，但没办法，笔录还没做完，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调查下去。而就在这时候，突然另一间房间发出了猛烈的撞击声，而那个房间正是格塔雷兹夫妇他们死去的女儿艾斯芬尼亚的房间。员警们一边拔枪警戒，一边慢慢的走向了这间房间，而格塔雷兹夫妇也慢慢说起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原来这一切都要从他们死去的女儿艾斯芬尼亚开始说起。艾斯芬尼亚她有个闺蜜，但她闺蜜的男朋友不小心出车祸死掉了。而她的闺蜜很想念她。有一次，闺蜜在学校找上了艾斯芬尼亚，希望艾斯芬尼亚可以透过通灵板，也就是碟仙，来帮助她一起见到她死去的男友。他们几个人找了一间空教室，然后就开始摆弄起了通灵板。可是，在过程中发生一点小意外，老师突然闯了进来，打断了他们的招灵仪式，并且撕碎了他们的通灵板，还骂了他们一顿。临走前，甚至还把他们作为碟子的那个玻璃杯摔了。但就在玻璃杯碎掉的那个瞬间，他们看到了一股奇怪的烟雾从里面飘了出来，然后被艾斯芬尼亚不小心给吸进去了一些。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艾斯芬尼亚的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她开始出现癫痫的症状，还时不时的会有幻听还有幻觉的情形发生。她的脾气变得很暴躁，会乱摔东西，有时候还会说一些别人都听不懂的话，像是看到了幽灵，幽灵要来抓他之类的，然后发狂尖叫。但最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家里浴室的玻璃常常会自己突然碎掉，而且浴室里面的温度非常的低，就像到了冷冻库一样。没多久，艾斯芬尼亚就去世了，而他们的家里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而就在警方听到这的同时，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响，艾斯芬尼亚房间里的柜子突然自己打开了，一本相册掉了出来，接着一张挂在墙壁上的遗照也开始自己燃烧了起来，而且他们走进浴室的时候，温度也真的开始急速下降，甚至比起室外都还要低。这下警方他们吓坏，他们现在只想马上离开。他们在说了一声无能为力之后，就马上头也不回的走了。最后，这起案件成为了西班牙警方第一次亲眼目睹与记录下来的超自然事件，而格塔雷兹他们一家在这之后也迅速搬离了这个地方。但在2018年，这起事件似乎出现了反转。艾斯芬尼亚的两个弟弟出面接受采访，他们指称
其实这一切都只是一场骗局而已。像是艾斯芬尼亚身上所发生的那些症状，在他们看来，很有可能就只是单纯的癫痫症而已。因为他们的妈妈就有这个症状，只是因为姐姐是在被检查出来之前就死了，所以才会让人觉得是死因不明。再来，警方当时记录的灵异现象，像是阳台所发出的那声巨响，其实是他丢石头在铁柜上所制造出来的，是妈妈指使他这样做的。而那个突然打开的柜子，也只是因为里面的相册没有放好，才会掉出来打开的。他们之所以选择把这些说出来，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把姐姐当成一个恶灵一样，因为在他们心中，姐姐一直是一个最温暖的存在。关于以上这个说法，其实在当时有很多人是不信的，因为他们始终无法解释其他灵异现象，还有姐姐的那张照片到底是如何自己燃烧起来的。而且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艾斯芬尼亚其实是被他自己的爷爷给带走的，是他的爷爷在死前诅咒了他，因为他们的感情并不好。我们都在一起，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我快乐无比。我们都在一起，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在一起，我快乐无比。那最后，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我想只有艾斯芬尼亚他自己才会知道。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咯，拜拜。All right.